看这个啊，这个是典型的木行长啊。从纹路来看呢、啊，纹路非常的乱啊，主线都受到严重的干扰啊，特别是智慧线，几个岛纹，大的岛纹连串在一起啊，说明啊，会经历一些刻骨铭心的一些坎坷啊，让自己的心智啊受到打击啊，同时呢，心理的创伤也是非常大。感情，尤其是感情方面啊，感情线锁链纹非常重，感情线锁链纹非常重啊，也说明一个，在古相术当中啊，这感情线是天文，天文代表父亲啊，说明父亲的身体体质也不太好，同时呢，也是说明你的感情容易出现问题啊，锁链纹非常的重，而且呢，纹路啊杂乱，犹如这个游丝一样啊，非常的这个有很多一些阻碍和干扰，同时呢，也让你啊本身的这个个性啊也是偏这个自卑敏感啊，多思虑啊。但它好在呢，它有一个凤眼纹在这里加持啊，所以说在婚后呢，这种运势的跌宕起伏啊会有所改善。